早上五点，他睁开眼，试着想起梦里的细节，在梦里面，他和爱人相见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传说是否是真的呢？然后访问他，你是不是被恶意了？现在倒在这里。对，我被恶意了。那怎么办呢？那你只剩一次机会，那你是不是要认真一点？我超认真啊，天天到图书馆。啊，那你现在怎么躺在这里晒太阳呢？因为我读到累死了，就在这里，对不起。